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实操聚焦》。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。其实两仪就是阴阳对应的。有了两仪之后，出现四象，然后八八六十四卦，人间的一切就就就出现了。啊，你说他是道家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其实就是相我们通常说的相生相克道理。相生相克道理，它很关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这圈儿画圆了。白天。 在地球上，北半球是啊，北半球，啊、呃，在地球上，这个这个，一半是白天，一半是黑夜，而这一半儿一半儿的概念呢，是永远在转动的，因为时间它不停，它永远在转动的对吧？所以你无法去，你只能针对一个具体的地方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，几点是白天，几点是黑夜。但是呢，白天跟黑夜只是那么一个，那么一点。 也就是人去确定说，在地平线上，在天津的地平线上看到了太阳，太阳在出地平线，我不知道他怎么算，你算半天也就这么算。但这个太阳跟地平线的概念永远没有任何一个固定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能站在一个自私停止的角度，台湾也好，北这个台北也好，北京也好，站在一个死的角度去看，所以相生相克永远是活着。 永远是等同对立的，平分的均就是均衡的去把握这一切。那如果人们的过日子的每天是这样方式存在的话，三百六十五个这样的日子就变成了时间上的一个真正的首尾相扣。新年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只有年不同，日子什么都同。那年二零二一、二零二二，今天是二零二一的十月二十二号。 这日子就过没了，一年就过没了，所以它是一个循环。人们叫天年，是因为年永远不重复，一直到人们、人类出现大变化、大毁灭、大变更，这年就没了。公元前、公元后是西方社会以这个应该是耶稣的概念吧作为评价的。公元前、公元后，但是真正的时间。 它是没没有停止的，公元前的一年跟公元后的一年不是一年，但它是流动的，而公元是人定，就这就是这么回事。越当人定的越多的时候，它就越低下、越狭狭隘，它在背离着，呃，相生相克的道理，让人们会缺失真实的一面。我在我眼睛里看到的是这样所以相生相克的理。 你不用想说谁遭到报应是大家会觉得，涛哥你，你你是不是有点口德啊？这个呢，我们讲述的是一个生命的道理，啊，生命道理。那手心就是手背，手背就是手心，它取决于每一个人你自己的需要。人们看问题都是取决于自己的需要，但是如果你你在完整的一个手的概念当中，你能理解它，你必须突破无形。 我一个人，我无法完整的看到手心，同时看到手心跟手背。每一个人都无法完整的同时看到手，你你把手中间劈开才行，是这道理吧？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生命认知对我们自己，就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本身对我们自己认知的局限性，是我们身体的原因。但我们为什么能够一知道？ 我们有这样的局限性，是因为我们有着无形的灵魂、元神。我们的元神，你告诉我们自己，我们可以能够在道理上完全突破它，在生命认知上完全突破它。你能突破手心手背之间相互的关系，你就能上。我以为就能上升到，就是从两仪上升到太极。 从太极再上升到无极，无极其实就是人不知道了。当人不知道的时候，他就称为无极，它是完整的。耶耶和华在造亚当的时候，可没有人的行为，对不？他怎么造的？他怎么造的？是不是？那等亚当跟夏娃想生该隐的时候，那是俩人过日子了。人说什么意思？行为低下。 行为低下了，我讲的是这意思。那行为高的呢？它是一体，它是一个。呃，就是说讲半天什么意思？就讲他，他今天出事儿了。这是这是好莱坞很有名的演演员叫艾，叫埃叫艾利克，应该是非常有名。他最有名的就是他对川普的嘲讽。从二零一六年川普大选前后，他就大概二零一五年可能就开始嘲讽。 他是演员了，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扮演的最像，啊，扮演最像，啊，他可能是在有自己的 talk show，我从来没有看过，他就我你去查，你会查到很多这样的照片，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照片，表现出来现实的一切，那他在媒体当中呢，也就变得很有名。 那个时候嘲讽只要是呃，川普只要发言任何事情，他都会出现相应嘲讽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晚间的 talk show。结果在中间有一段故事呢，中间有一段故事曾经出现在，呃，他是被罚款了，是被干嘛？后来川普说祝他好运，就他摊上了法律的 case。但是今天早上传出消息来，不是今天早上他。 他就出了大事了。他在拍片子，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现场的照片，这是现场的拍电影片。我想，我不知道是今天早上拍的，还是昨天下午出的事情。他杀了人了，啊，这是现场当时的出事之后的现场照片，这是后来照片，那是本身这个人。 他身上有血了，他杀了人了。那杀的是谁呢？杀的是这个年轻人。这是个摄影师，他伤了年轻人大概三十几岁，他伤了另外的电影的导演，所以杀了一个，伤了一个。原因呢？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这是在在在 Life 上在跟跟踪的，他拍的这个影片叫 Rust。 叫 Rust，那原因是他在现场拍摄的时候，在现场拍摄的时候用的道具枪是真枪，枪里面有真子弹。那现在的定性说他擦枪走火了、啊，他不是擦枪走火，他在真正拍摄的过程中，他打了枪了，打了枪了就把自己的摄影师当场打死。 把导演打伤了，那很显然，导演通常是与摄影师在一起了，那因为他要看他镜头里的状况嘛，所以也就是他连开两枪，细节细节，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，我个人觉得不太很不喜欢这个东西，但是我想跟大家说，我眼睛里这是报报应，可能有朋友说，呃啊,啊，你这报应拿人命有点太大了吧？ 每个人背后有自己的因素。如果他在嘲讽川普的过程中可以使得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的话，你说他什么因素促使他嘲讽川普，促使他那么恨川普？我说的是这意思。川普背后一直有神的背书，真正神的背书。你随便怎么去理解。 我个人看到的是这故事。昨天出事的是这个，啊、呃，夫妻，夫妻到现在没没有说话。我们看到昨天就是一大早，夫妻出事之后，一大早整个新闻就开始轰的。我们那期节目，我们那期节目跟大家分享挺费劲，对不对？YouTube 还去封杀了，还去黄标了。这是这那我们看到现在看到这个故事就比较悲剧了。 比较悲剧了，那因为死人了，所以以死人的方式，就是以被他失误，现在讲失误了，以被他失误被打死的方式，会整个毁掉他一切。这个是现场，你打死人了，那你电影再怎么往下拍啊？我想象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那。 你你你，他有他的日程，他有他出来出来的日程，甭管谁投资怎么样，那你你你的导演伤了，你的摄影师死了，这电影就麻烦了。那你这个人就要交代喽。那要多长时间？四个月、三个月、五个月、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。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他在使用枪支的时候，在伤人的时候有了某些别的因素的话。 Never know，没有人知道。那在正常人的环境中，没有任何人愿意去枪杀其他人。他恨川普，他无论怎么样，他愿意拿枪直接把人打死吗？作为一个演员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，可能是，可能不是。但是正常人谁都知道，谁也不愿发生这种事情。所以我，我我当我看到这消息的时候，我就头一天看到的。 夫夫妻第二天看到奥斯卡，明天你看是谁？美国左派势力出现毁灭性的被打击，美国的左派势力将出现毁灭性的被打击，都是针对个人的。而比尔盖呃这个比尔克林顿，对吧？尿毒症，比尔盖茨离婚，你就听吧，很有趣，都是他的。 能力就是他老有本事了，这些经营者老有本事，就是他的自己的老有本事的精英的一切，却无法掩盖这些东西的发生，这就是天意，而他们的发生的时间呢，就像被天定的一样，所以，啊、呃，我刚才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讲说一天这种循环的关系，劝劝阻朋友内心中要向善呐。 你跑不了他。他说：“不是不告不报，时候未到，不是那回事儿。”我觉得连这个话都不是那回事儿。你干了什么，都会有对应的；你干了什么，都会有对应的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一点办法。民间有句话说：“这话就我们聊天了，周末。”丈母娘疼姑爷，丈母娘为什么疼姑爷？他是过来的。 老给姑爷做好吃的，为什么呀？是是因为他真正疼女儿，不是疼姑爷。大家说涛哥，你这话再转到那儿去了？这是每一个人都听得懂的生命的真实。你抛弃那些东西，男女就是相互吸引、相互需要。就像我说的，普京就是爷们儿，他是普通的人。 你个记者露着大腿，你去整他，然后人家夸你一句漂亮，说你怎么这色心呢、啊？那那普京能不能说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流氓啊？怎么穿这就来了？这就是今天左派的邪恶。所以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就是，相生相克的理在现在的过程中非常绝对。我讲那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，是他自己命里带来的。 他不该做那些事情，但他做了，在教训着今天更多的普通的人，能够有机会认识其中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